好，我来给你示范一下正常的邓紫棋。还能克服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介绍，还能遥远爱着你。模仿邓紫棋。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你看出来了吗？是有区别的，我告诉你，别人模仿我的时候也不太刻意了，我平时的鼻音可不是这样，我是恰到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刚刚问我说，你为什么模仿邓紫棋？我喜欢邓紫棋啊，必须模仿她，知道吗？邓紫棋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了，我可太喜欢她了，所以我必须模仿她。我还模仿邓紫棋唱歌呢。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她的鼻音我是不是模仿得很像？就像被骗的我是心。我平时唱歌可不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别人模仿我的时候也不太刻意了，我平时的鼻音可不是这样，我是恰到好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来给你示范一下正常的邓紫棋。还能克服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介绍，还能遥远爱着你。模仿邓紫棋。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你看出来了吗？是有区别的，其实正常的邓紫棋鼻音可不是太离谱，是大家在模仿她的时候加重了鼻音，你知道吗？是有区别的，模仿邓紫棋版《光年之外》。缘分啊，我们相遇是意外，命运却要我们未能终相爱。回归到正常的邓紫棋。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，我愿守卫这里，为你等待。